那给他看看吧，给他看看吧，看看吧，给他看看。好，哎，台长总是这样的。好了，不要磕头了，你就我帮你看就好了，我帮你看吧，好吧？你给谢谢台长，邱台长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弟弟是00年出生的蛇。几几年啊？零零年，零几年啊？2000年，我弟2002年。你们两个人吵好了，搞搞清楚再问我好不好？是2000，00年，我妈妈太激动了。零零年啊？对，00年的属什龙，么的啦？龙。你直接告诉我吧，就不要再浪费我气场了。直接告诉我他什么病，我帮你送进去看看。他是那个先天性的脑残。楠楠，爸爸，楠楠带过来。属龙的是吧？对。问题很严重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被地府拉下去过，听得懂吗？不太明白。他被地府拉下去过，明白了吗？你站起来没关系的啊，站起来啊，台长帮他治一治，好吧？谢谢。好了好了，我告诉你，1500张小房子，好，放生3万条鱼。好。现在他怕，什么都怕，我给他现场给他治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你们不要激动啊，谢谢。我让他好一点。好，你看他脑残啊，脑子不好，对不对啊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灵异。啊？灵异。灵异。灵异。师傅在叫你。拜拜，拜拜，台长，哎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他半边脑子不好。还有半边还正常，哪半边是正常的？小脑还有正常，大脑不行，所以他小脑筋还有。你看他好像脑子不好，但是很多事情小脑筋他都有。对。对。他这个孩子要完全恢复不可能，但是他可以到80%可以恢复，听得懂吗？80%可以恢复。3年之后，如果你们好好念经，全家吃素，好不好？小房子要念1000多张，好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这些孩子你们治不了，我能治。还有，不要让他左一刀右一刀，因为左一刀右一刀，以后魂魄就回不去了。听不懂啊？听不懂。那怎么办？因为我讲中文他都听不懂，那我来两句西班牙文吧。我不能领会嘛，因为是什？因为他们也没做过手术，然后就是说没做过手术，台长能够帮他，因为手术太多了之后，脑髓体发生变化，他的魂魄就回不去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那好啦。好，谢谢台长。那么他的那个功课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么他的功课是应该怎么做呢？或者5遍礼佛。49遍大悲咒，5遍礼佛给他念是吗？对，49遍大悲咒，49遍心经，往生咒每天108遍。好。好了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把我自己的功课做了，然后我妈妈也把自己的功课做了，然后就是我和我妈妈同时可以给他念小房子。好。我告诉你，一天天会好起来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谢谢。好吧。谢谢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请卢太太慈悲，能不能帮我爸爸看一下？好了好了。你爸爸生什么病啊？每个人下面都有问题的。对，你们不能这样的。他肺里面出很大问题了。哎，都是生癌症的。好了，肺积水，而且里边有癌细胞扩散，
好了。那然后他的那个呢，就说他应该怎么做？你叫他没什么做，叫他要许愿，否则救不了他的。他杀业很重，你爸爸脾气很不好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你要叫他吃，停止吃任何活的东西。好了好了。好。好了好了，就结束了吧。好。好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了。